他郑重的说，我是怎么样天天使啊，大家知道，大家说一下，我是天天使啊。这三把钥匙都是叫你死，对不对？否认几次几个案要不要死啊？啊，不要。背十字架是不是要死啊？没有。啊，上次回生命是不是要死啊？没有。就是天天使啊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下半啊，保罗郑重的说，说什么呢？我是天天使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我都要学这个功课。天天使，阿门。那么这首诗歌有一首诗歌464首，我是救不神，我是救不神。464首，阿门。来，再上一首。464首啊，因为我们伙伴还没做好，我们就多相调一下啊。唱诗相调，唱诗相调啊。阿门。啊，唱诗歌是最好的相调。错了啊。一分半钟就唱完了。70岁，若是强壮是到多少？80岁。所进化的就是老虎朝凡，老虎朝凡，转眼成空，飞而去。所以说啊，就摩西就是有三个祷告，
这三个祷告是我们长期需要祷告的。阿门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第一个祷告要会祷告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这个智慧心是从父神来的，你记住啊，第一个叫做父神啊，父神，我们基因啊，主阿爸父给我们就是有智慧的，我们基督徒绝对是都有智慧的。那个愚昧之子就是撒旦，知道啊？撒旦就叫你做愚昧事啊，就那个叫什么？所有智慧都从父神来的啊。第一个祷告是连于父神。第二个祷告，求你使我们在早晨报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。第二个祷告是连于子神，主耶稣基督啊。求你使我们在早晨，它是清晨的日光，早晨要晨晨复兴，早晨啊，日日得胜，早晨啊，这个就是享受主的话，晨心啊，就是早晨保得主的慈爱。你当你主的话充满你们，你那个慈爱就来了啊，保得主的慈爱，你就那个哈路亚，欢呼喜乐。第二个祷告呢，大家来说呀，大家一起来说。求你使我们在早晨报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。第二个就是啊，第二个称谓叫做父神啊，连于主基督的啊。第一个智慧的心是父神，第二个啊，保得主的慈爱是吧？你需要晨晨复兴基督徒的话，你像我们永恩兄长他们那边每天早上晨兴，你看永恩刚刚一发表就是啊。啊，他经常都能够哈利路亚，欢呼喜乐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个很重要，这个连主神享受，保得主的慈爱。第三个祷告啊，那是连你子的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，照着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那个喜乐是灵神啊，啊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那里讲说，神的国不在于吃喝，乃在于什么？公义、和平、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当你有喜乐的时候，你绝对是在灵里。别人愁眉苦脸的啊，那个啊，愁眉苦脸的，没有喜乐，那苦瓜里啊，没有喜乐，你还不在灵里。马上哦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操练灵了，你就喜乐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三个祷告重不重要啊？就是三一神嘞，神的摩西他教导我们，在他的祷告里面是连于那个三一神，啊，做了我们的享受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好，我们今天在这个最后简，请依然做一下见证，依然，你看。